生工作，连同新规准的两人，医管局共有47名非本地培训医生，以有限度执业注册的形式，以及2名非本地培训医生以特别执业注册的形式，在公立医院人手短缺的部门工作。两批共6名市民在尖沙咀一家食肆用膳之后怀疑食物中毒，他们由4至32岁，其中2名女子在上星期五在澳海城的海港城的意大利餐厅 Paperman 用膳，大约22个钟头之后出现腹痛、发烧、呕心、呕吐同埋腹泻等嘅病征。据到星期一，另外4名女食客喺同一餐厅买膳，大约1日之后亦都出现类似病征。唔舒服嘅食客就经食过朱古力沙茶丸同埋雪糕，其中两人已经就医，当中一人需要入院治疗，全部人情况稳定。马来西亚政府总理希望联盟主席安华获国家元首阿卜杜拉任命出任新总理，下周宣誓就任。阿卜杜拉敦促安华同佢嘅新政府保持谦虚，又话所有反对同国民党嘅人士都应该和解。
快少少。好，首先呢张而家现场嘅蓝色红线嘅行人，安排到去接近黄爷街。路上可以堵一堵嘅跑三线过轨嘅交通系畅顺，由前往市打道东行、西行同埋东大道天桥过轨交通都系畅顺。
站都唔該。